流星雨落进你眼睛，烟火雨匆匆照亮你，藏在青春的爱情，终于要对你说明。你故意撒娇的游戏，你温柔讨好的言语，抱着执念的真心就要被你占据。是你在人海之中遇见你和你签下幸福，宋总早。早啊，青春。今天这么早，吃早饭了吗？嗯，吃了。还在生我的气呢？没有的事儿，我又不是小孩了。昨天的确是我不对，话说得太重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好吗？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只是担心我而已。我在金陵订了位子，晚上聊一聊。今晚。嗯，今晚恐怕不行，我有约了，我还有个早会，先去忙了。啊！哎，行了，别拍了，拍多少张？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啊！来，拉快点！公司拿下万城，苏总，宋总，辛苦啦！你们也辛苦啦！中午就让你们苏总请客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好，好，苏总，庆祝归庆祝，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还是不要打扰其他同事工作了。苏总，苏总不吃蛋糕吗？早就说了，苏总不吃。我男神就是这么酷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可是这是超级有名的网红蛋糕，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。别管他了。指不定啊，他现在一个人躲在办公室偷着乐。咱们吃吧。好，行，走来。试试哪个呢？我要吃这个。我喜欢这个。他们是好意，你应该对他们态度温和点。清湖的项目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波折不断，公司里大大小小都知道。另外，项目虽然是接手了，但是这顶多算是个不错的开始，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。你说的是没错，但是你作为上司，是不是应该多鼓励鼓励现在的年轻人？你以为都像我一样，被你虐了千百遍，还能待工作如初恋？哦，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失恋的感觉呢。真是无知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初恋还能靠想象呢，受教了。行，清湖的项目呢，我会盯着大家的，不会再掉链子了。等等，帮我谢谢他们。中午的账单我来报销，记得晚上。知道了。
杨医生，这儿。谢谢，我不渴。你想挑什么礼物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按你的喜好来就行。按我的喜好？嗯。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但你实在没必要这么破费。嗯，要的，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是一点表示都没有的话，心里过不去。人家？啊，就是我那个房东，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绅士的人，我猜你们的品味应该差不多，按你的喜好买不会出错的。记住，绅士不喜欢喝奶茶。又不是给你买的。严医生，你觉得送钢笔怎么样？既内涵又实用。装。哎，那这个呢？黑色大方又低调。晦气。迷信。什么意思？我没说什么呀。那送礼袋呢 ？low。那你还记啊？你知道送一个男生领带代表什么吗？嗯，总之，以你们单纯的房东房客关系来说，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啊？哎，严医生，哦，原来送领带是喜欢的意思，那还挺合适的。我说了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他是精英绅士吗？那他还差一条领带吗？像我们平时压力大，最主要的就是解压发泄。解压发泄？怎么个解压？怎么个发泄？我先接个电话。啊！你抓到我了！哎，大哥，这里都是有监控的。我不该你抓到我了，先挂了。我哪里撞到你了？喝多了呗。你这怎么这样？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撞到你？没有，我闪开了。他喝多了碰瓷儿。严医生，咱们快走吧。你真没事吗？如果有事，你告诉我。没事，我刚闪过去了。你撞到我了。怎么了？行了，别凑过来，走，躺地下耍赖。好像是醉酒暂时性休克。那我叫救护车。来不及了，帮个忙。哦哦。小心点。我先带他去医院，你自己回去注意点。放他吧，这个我看不行。总之，不许送礼袋。我竟然对严医生犯花痴，我是疯了还是太无聊？慈善是我们这个事情的出发点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配合我们的。他毕竟80多岁了嘛，是个老艺术家，还是优秀代表。我想，唐暖他怎么了？你没听说啊？孙主任因为业绩压力，想要拿掉唐暖的节目。啊？不会吧？他节目收视率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哎，也是可惜了，谁让他在电视台没点背景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继续刚才的。啊，这个交流沟通方面的话也会很顺利。请。我们两个人吃饭用得着这么大的桌子？我怕一会儿点太多放不下。诚心吧，我真心的，饿了。小姐，请点餐。你说你装修就装修，干嘛要把菜价集体上调30%？一份鱼子酱沙拉，谢谢。好的，还需要什么吗？不需要了。等等。
波士顿龙虾来一份。等等等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 AA 吧。怎么发火了？不，我是请不起。我现在浑身上下所有的钱加上我的花呗也不够支付你这只龙虾的钱，所以我们还是改天吧。可以，那今天这顿算我请你的。不要，不然我又欠你一顿饭。我是觉得晚上吃沙拉其实挺好的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心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就随意了啊。三鲜牛排、科布沙拉、南瓜汤、蟹黄包来一份。我再看一下，还有，就先这些吧。好的，二位请稍等。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这是刚从缅因州空运过来的，味道应该很新鲜。今天的鱼子酱沙拉还真的不错，鲜味和咸味在舌尖交相呼应，咸味和鲜味在味蕾之间反复交替，破碎后的坚果味和奶油味充斥了我整个口腔，绵长顺滑。酱汁浓郁，真的是回味无穷。要是能来口香槟，就更绝了。看来在华腾置地的公司，真是耽误了你做吃播的发展。哼，视觉上我比不上你，听觉上弥补了。我现在不能搬走，毕竟我对他的心意七年未变。你是离不开苏之念了是吗？不是我，是华腾。现在这华腾没有他也不会垮。结账。你好，您的账单。我们 AA 啊，是这样的，小姐，今天是我们店庆20周年，我们店里有活动，凡是来我们这里消费的人呢，都能获得一张刮刮卡，特等奖只有一个，是一张终身免单卡。这是您的刮刮卡，您可以试试运气嘛，然后再结账。我喝了那么多年可乐，连再来一瓶都没刮过。哼，是我眼花了吗？哎呀，恭喜你啊，宋小姐！我们店里唯一的一张特等奖都让您刮到了，您真是我们经理的锦鲤呀！这是您的免单卡。是这样的，小姐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呢，您只要出示这张卡，来我们经理所有的消费都可以免单了。不过您今天晚上要使用这个经理特权吗？用用用，结结结，把他的一起结了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，我要再来份龙虾，然后三鲜牛排、南瓜汤，还有一份火丝蓉。哦，对了，最重要的，给我来一瓶香槟。我要庆祝一下。您的这张卡呢，每天只能消费一次，您刚刚已经结算过了，所以您要是再次点单的话，需要额外支付了。不需要了。好的。你把手机拿过来。别人只能转发锦鲤测好运，你呢，不仅可以和本锦鲤共进晚餐，还可以获得本锦鲤的同款壁纸。上回你在海城帮我避险，以后我替你招福，这人情我可还了。来来来，设置成壁纸。
惜了，我刚刚应该多点一点。幸亏。你说的是我答应了，下周一回来。不好意思。走吧，宋小姐，你不是还没吃饱吗？我请你吃夜宵。于婉婷，有古怪。怎么来的这么晚啊？吃点什么？一碗面，加香菜，一个可乐，一瓶苏打水。来来，二位先喝点茶，马上就好。好嘞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俩玩个游戏呗，我问你答，不许撒谎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反正现在不是还没吃的吗？说吧，于婉婷是谁？你初恋？前女友？还是你暗恋的？你很好奇。为什么？流星雨落进你眼睛，烟火雨匆匆照亮你，藏在青春的爱情，终于要对你说明。我现在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吗？我怕被当成假想敌，所以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其实以南哥，我来，他喝多了，先送他回去吧。慢点。一南哥，那有洗手间，你去处理一下吧。来，严南哥，起来喝点水。来，建春，慢点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我喜欢你。严南哥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很清醒。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了，出国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能想着早点回来见到你。我手机里都是我俩以前的照片。试试。你看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些，你原谅我好吗？
谢谢你们送我男朋友回家。唐小姐，请管好你的男朋友，不要让他到处耍酒疯。我不过偷情，你回忆短暂交替，刻骨铭心。是什么拆散曾经紧握的手心？我不过偷情，你回忆天真以为永恒落地，道完了祝福就该离去。没事吧？你说呢？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苏志念，你有病吧？没事儿，跟我回家，我有办法让你开心。真的是脑子有问题。清醒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因为我犯贱，我打了21个电话，你一个都没有接，我还以为你何云在谁家里没有人照顾。秦一南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受够了这种每周都要听你召唤才能出现的日子，也不想每次出门都跟见不得人一样躲躲藏藏。对不起啊，我当初那些自以为是为了你好的决定，竟然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以后你想公开就公开，好几晚是我不好。不应该因为跟你闹别扭就喝那么多酒，还把青春认成了你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不然我怎么会把我们的照片给他看？而且苏志念也在这，你有什么不相信的？我永远只喜欢你一个。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你，傻瓜，喜欢你有什么好不相信的？台里打算撤掉我的节目。没事。大不了辞职不干，我养你。我们在一起的事情，我没跟青春说是我的错，我一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。相信我。你这操作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？电影院，女孩最喜欢的场景之一；火锅，女孩子最喜欢的食物。所以综上，女孩子就是喜欢吃火锅看电影。拜托，我们喜欢的是吃火锅顿号看电影。那在同一单位时间里完成越多喜欢的事情，你应该越快乐。而且今天夜色也不错啊。是不错，
不过我要能躺在沙发上不会有蚊子的话，我更快。那这火锅得吃，不能浪费。别吃这么多辣，不好。吃火锅不带辣才爽。这电影你看过吗？没有。我看过，特别狗血。渣男出轨别的女人不说，还专挑自己老婆的闺蜜。没有心，不准爆粗口。来，多吃点菜。I have accepted whatever arrangement you have proposed. I have raised Charlotte as my own daughter. 你没事吧？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。就特别同情乔治亚娜，她就这么一个朋友，还被她老公给抢走了。真正爱你的人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人抢走的。说的也对。来，吃菜。算不算是个意外的惊喜啊？再加上我们之前拿到的照片，势必会引起华腾置地的内乱呢。郑浩，这个照片是怎么溜出来的？新闻根本压不下来，我们一撤热搜，马上就有了新的提名词出现。指向性十分明确，都是在针对盖格资本和华腾置地。从开盘到现在，盖格资本的股票都已经跌停。哦，还有董事会那边电话已经打爆了，要求我们立刻解决。不然，明天董事会将采取硬性措施。让盖格资本的公关配合华腾置地一起行动。另外，法务部立刻发声明，对恶意重伤以及有引导性的网友和评论，发律师函。董事会那边，我来处理。好。别怕，事情一定会解决。我先出去一趟。我只想知道，网上那些新闻和你有关系吗？没有，那就够了。哎，大伙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啊！今天的头条新闻大伙都看了吗？是关于 Young Shake 以前的主持人宋青春的。
现在的事情是越闹越大了。华腾置地和盖格资本是本市最大的企业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作为新闻媒体的，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呀？啊？嗯。那谁去啊？主任，我去吧。小唐，你去不合适吧？这毕竟是宋清。我们做新闻的有责任报道，他会理解的。放心，我也绝对不会骗他。好，有职业操守，你去吧。嗯。加班去了，让我再多留一会儿堂，我恐怕要晚一点再去找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在等以南哥呢，他被我爸的朋友带出来搜索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晚点回来庆祝，我一会儿跟你说。好好。我有事找你。如果是照片的事，我不想听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那天晚上我也喝醉了，我连怎么进的你房间我都不知道。轻轻透进你回忆，短暂交替，刻骨铭心，什么能拆散我们紧握的手心，却不知途经你回忆，总有一天永恒落地。未完的遗憾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宋梦华的家属吗？我是。我爸怎么了？病人情况突然恶化，要马上手术，需要家属签字。我马上过来。别怕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护士，我爸爸他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严医生在做收尾工作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次算是因祸得福，宋老先生可能很快就能醒过来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哭了，宋某不醒来，看他会心疼的。啊，我没事。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还是给他一点空间吧。严医生，谁呀？严医生，苏总呢？他刚不是来医院了吗？没在你这儿。哎，你干嘛？对不起。怎么是你？看都看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说吧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找苏总啊。你觉得他来我这儿还需要藏着掖着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他在这种难熬的时刻回来找你求安慰。他怎么了？苏总和宋宋照片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照片？怪不得你这么冷静呢。你看了别激动，先听苏总解释。我相信这个照片一定是 P 的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华腾置地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，一定会将矛盾全部指向苏总，逼他担下全部的责任。虽然盖格已经出面否认投资华腾，但是键盘侠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，还在那儿以讹传讹。盖格的股价仍在波动，股东们也因此对苏总的意见很大，他在盖格资本的地位怕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哦，商业上的事你完全可以放心，难不倒他。你不如担心一下侵犯名誉权该负怎样的责任啊？造大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真的听不懂吗？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更显斯文败类。一双拿手术刀的纤细妙手，撩起心弦来更是炉火纯青。他就是颜之源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小恶魔。你天天在苏之念身边，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？严医生，求求你不要告诉苏总，只要你不告诉他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什么都可以？
继续寻觅，我不过途经你回忆，短暂交替，刻骨铭心。是什么拆散曾经紧握的手心？我不过途经你回忆，天真以为永恒落地，到晚了祝福就该离去。我紧紧途经你回忆，短暂交替，刻骨铭心。什么能拆散我们紧握的手心？却不知途经你回忆，总有一天永恒落地。未完的遗憾。